华灯初上入围金钟十一项大奖，林心如、杨谨华、杨佑宁合体出席茶会，一口气入围两个视帝的杨佑宁大方承认都想拿啦。而林心如跟杨谨华不仅往内互打，还要一起抢女主角奖，这次难得为了金钟合体，这一题一定是逃不掉的。心情是不是很开心？当然。你好冷静，想知道三位怎么看彼此的胜率跟战况？百分之百。哦，对，三位，赢面很大。对，没有啦，自己要信心喊话一下嘛。对啊，这么开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不用特别关心，就是表示演技好，每次都可以入围。这入围还没有锦华入围的一半，所以。不敢在他面前讲有必胜的决心。那我也都没胜过，但是入围就是肯定的。没错，就两个就是要竞争同一个奖项，就是一方面竞争，然后又要一起出席活动的。我们一直都很好，对。就算典礼结束之后，我们也会很好。对，哪一个对手让你觉得压力最大？刚开始就是得知到那个入围的名单的时候会蛮紧张，然后觉得很有压力。可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到典礼，我好像越来越轻松，就觉得反正也许结果都已经定了，就不用那么紧张了。那你们隔壁的人站起来，就是表情。对，离场啊，离场，不是你们就离场。我也站起来，不是你们就离场。一讲到别人的名字，马上站起来，离场。我想要抢红毯，对啊。但你每次都很美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就一次而已，真的，你每次都很美。你上次那红色一出来，哇，大家眼睛哦，你还记得哎？当然。我有在电视机前面帮你加油，对。我刚在看 Life 的那个华灯初上，我刚在看苏妈妈跟 Rose 妈妈现场的感觉。客人在旁边看我们两个互相美啊，这还会调节气氛，真的，整个都活了起来。那如果你是评审的话，你会把票投给谁？我就投我自己一票，投给谁哦？那这我们这绝对是有私心的嘛。你的私心？我的私心就是我就是双女主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真的是太会说话了！但究竟是谁会抢走女主角奖，这也是大家拭目以待的啊。